小区车位紧张啊，到处都是车，出去找的就要打电话挪车了。哎呦，王先生，我车路还是把这楼走了。这就直角转弯了，路很窄呀，肩膀上一平，和他车一平在打轮，打早了过不去，贴外留内，贴着外边走，把里边多留点。对，视线盲区。对，内角多留。对，这种直角弯，胡同直角弯要贴外留内，贴着外边走，里边多留点。你是要在这儿右转吗？直走，直走，走到头右转。对，从理论上说，这边是不是个单行道？是本转的。哦，对，有牌子。哎呀，那我昨天走这个道了。那没关系，那能不能关？他没有监控吗？好小个队，我把这机长这样走哦，这就是武汉市往国招的风格，都是这样的哦，就是单刀万面，整个路面还行啊，热干面，热干面，大凳子小凳子，这一家前面看前面，这一家还成立三国这个舌尖，不是舌尖，就是那个谢霆锋和华晨宇，华晨宇是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的，他跟谢霆锋做了一档美食节目，把谢霆锋带来起了这一家的，然后他当时在网上还吵着玩的如何如何之好，看两边，哎，先左后右，再左再右，两次观察，你是这个红绿灯要右转吗？右转，对，这叫解放路。哦，这个叫彭德阳楼。所谓彭德阳楼的，就是指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有三个人被清王朝，造反的时候被清王朝砍了头，这三个人，一个姓彭，一个姓刘，一个姓杨，所以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楼叫彭德阳楼。你走，这个时间还好，走得早。以前有一个直接奔黄鹤楼去的那个路，现在不能走了吗？施工了吗？就是那条路噻。晃眼睛，你不戴那个天光镜吗？我不戴习惯。这个阳光如果太低了，你遮光板在遮住阳光的同时，也遮住了一部分视线。有的时候信号灯你看不着了，你还得低头看。这个不是左转，紧接着右转吗？那你应该走二线左转的，右转紧接啊，对，左转紧接着右转，对啊，那二线左转，开灯啊，右边有车啊，有车，长江大桥分号吗？哎，七点单双号，早七点到晚十点。天下江山第一楼，把这个拍到的啊！武汉长江大桥啊，长江大桥啊，龟蛇锁大脚，锁的就这地方啊。来路段，请注意控制车速。这期我们介绍了小区内窄路转弯以及一般道路驾驶，更多驾车技能请关注我撰写的自动挡汽车应用驾驶操作教程，以及与这部教材同步的全部教学视频。这里是超英教开车，我是驾驶培训师超英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